因为我们刚做完肩胛骨的时候，你现在让它活动一下。嗯，好。好，再一下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teve， 欢迎回到我们频道。今天是大家最喜欢的回访系列，我们要去一年多以前一上片就造成风潮的李菁。好，那在今天影片开始之前，还没有订阅我的人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加开启小铃铛。另外也不忘了追踪我的 IG。没错，今天要去的店就是菁工坊。相较之前的全身李菁，这是多加了体态平衡的部分。好，事不宜迟，相信跟我去看看吧 ，Go。师傅的力道你还记得吗？记得吗？三十几都有记忆。力道怎么样？力道很够，哦，这个位置很酸。很酸哦。嗯。其实最近发现很多人都是同一个部位，尤其是同一个姿势维持太久，或者是集中一件事情的时候。感觉这个位置应该是大多数人用电脑啊什么有没的。因为其实现在肩膀，然后颈部，那还有就是，其实肩胛骨周边的这些部分都是很重要的。那通常不舒服也都是这一些地方。现在先简单的先推一下就好。好。那个手摆下面的时候，通常肩部这个地方它会凹陷下去，比较好按。会可以按得更深。哦、oh, ，OK。嗯，身体还是保持的。OK 吗？还不错，对啊。酸吗？超酸的，酸爆。这里怎么样？这边比较有点刺的感觉。你现在这边会刺痛？嗯，通常大圆肌、小圆肌按的话，其实都是酸比较多。对，通常这个地方如果是偏刺酸、刺痛的话，都是你这两侧的那个大圆、小圆的肌肉没有放松。哦 ，OK。按的时候会有热热的，会往下传到手指。嗯哼。很痛吗？酸痛都有，但我就酸比较多一点，比较紧。没有没有，其实这个部分紧是还好，就是说有点那个阻力，就是、哦、对。怎么了？酸，嗯，超酸。我知道你下半身痛的要死。对。怎么了？酸。其实我们主要按手的部分也是、非常重要。嗯。那些手你只要常用的话，像打键盘、玩手机，等等。你看你手一紧，它就是一直直接连接到，对，那个肩膀那边。怎么了？你呢？你不是偶吗？有痛啊，但是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的范围。来拨一下。好。是。我会痛跟我说话。他应该筋蛮软的师傅。这又要套一句，总是客人比较软，我会讲一句。师傅后来来你们店的人大多是上班族还是运动？前半部分其实运动员比较多，然后渐渐的上班族也会有，对，就变成说各半了。稍微揉一下。中背比较紧。我中跟下背紧几个。嗯，而且比较鼓这个部分。
推一下腰。师傅理筋的速度都是一样的吗？还是说看状况然后会更慢的？理筋的速度其实它都是偏慢，因为它在比较柔一点，它在比较柔，然后再来它是按照顺序，就是按压推波。嗯，那通常拨筋是理筋里面的一个手法，它把它独立出来成为一个项目。对对对对对。嗯，好，顺一下。好，这里会酸吗？会。会哦。那你怎么那么冷静？还可以。都是可以接受的，可以接受啊，没错。这边还好。这边很酸。那我觉得你今天就是从头酸到。对。其实理筋通常都是点跟点，然后去接。那你痛的地方，我们就从那个点一直去衔接起来。对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其实按的时候，像膏肓，然后提肩胛的部分等等，好，那我们其实就是抓这些地方。所以有很多客人都会说，可不可以休息一下？是，他会觉得他会一直觉得说，都是一直连续下去。有一些人会很敏感，受不了这样。对对对对。那种酸痛可以是舒服的，但是也可以是很难忍受的。嗯，对，因为有时候毕竟酸比痛还难。哦，真的哦。难忍，对。酸。酸啊。嗯。但其实，身体地图都是差不多。对，手法来讲，其实理筋它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按压推波四个。对，然后再加一些比较传统的手法，像拍打法等等的。那这些都是可以综合。OK 吗 ？OK。遇过很想要很重哦，有，所以真的都还那个是按到我流汗，然后那他有觉得重了吗？他就说哦，酸酸的，真的都会有这种，而且是女孩子，真的，真的太厉害了，所以女生真的比男生耐痛，对，这你会酸吗？会，你真的没有不酸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就可以稍微痛一点。2、3、1、2、3，再一个，跟右手差很多。没有用毯子跟直接用有什么差别？有时候我们在施力的时候用毯子，通常是减缓它的力道。对，那把它拉起来的时候，像譬如说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有需要再敏感一点，像我们的手的触觉，所以我会把它拉起来，然后直接用手指了解了解，对，去摸它的肌肉的点。对，像那家会痛跟我说，再一个，因为我们刚刚做完肩胛骨的时候，你现在让它活动一下。嗯，好。好，再一下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好，最后一个，好，1、2。
怎样？你有痛？痛哦。那不行的。你有想说你今天挺冷静的、啊，想说什么？好像跟之前不太一样。不错啊，这样算好。对啊，当然当然。对啊。小腿呢？目前还有，不会的。这个应该会，中间那一点。今天师傅不知道会不会播那个上次最后神秘的那一点，很痛的那一点。那个都是必经之路。对，我好像有印象。再一个，一、二、三，最后一个，一、二、三。你是在呼吸吗？没有。是会酸哦。酸，超级。超级酸。我们做一下哦。我这边比较紧哦，来，一、二、三、一、二。还好吗？是痛吗？痛。这里还好。对。先顺一下。嗯。来拨。你拨小腿这个真的是非常嗨。那我看你刚刚另外一边怎么还好？没有，第二边没那么痛。哦哦。哇、哦，那个脚超痛。超痛吗？嗯。一、二、三，再一个一、二、三。OK。是不是刚刚那叫点压？对。点 OK。这还好吧？对。来拨一下。一、二、三。很痛哦。哇！怎样？这个位置。是痛吗？痛痛。我好像有印象这个位置。哇！那么痛，酸了，酸，可以冷的酸吗？可以，可以。然后最后一下，一、二下去，三、四、五，五 ，OK。然后再来臀部，一、二，这个也会哦。四、五，换久坐的人，这个地方会爆痛。放轻一点啊！这里也是最轻。哦，你有时候小腿真的是很酸。小腿侧面那么痛，痛哦，痛哦。酸。酸。来，最后一点，一、二、三。OK。这边很痛，是吗？这边还好，还好，还好。刚刚那一边好像比较有感觉。伤还痛？一半一半。一、二。这个位置很痛。酸。酸。超酸。超酸。好，最后我来顺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。顺一下你也会这么酸？很酸，超酸。通常梨状肌、坐骨神经等等，
让脚不舒服，那其实我们这个姿势刚好可以直接切入那个重要的部位，可以减缓那个感觉。你现在在痛吗？酸，酸。好，最后呢，最后一次叫一、二、三、四 ，OK。下半身太烂。不会啊。师傅说你还是比别人好。好太多了。对啊。因为很多人应该都是硬邦邦的。嗯，对啊。很痛吗？是不是有收一点？有收一点，收一点。真的这样一年一年下来，你真的有进步。我也觉得。重点是好按。好按。对。是不是有觉得比一年前好按？对对。一年前。我记得一年前你也说话还不错。对。马上变脸，真的痛。来，最后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。来，再来手的部分，这里看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。很痛。啊，有痛，痛。二、三。你这边好像还好。师傅应该没有那么大。跟刚刚比。一，我收了一个三，四，然后最后一个一，二，三，五 ，OK， 好来，一，二，三，痛，笑，没有，看你一直该刚刚笑，好好笑。比较酸一点，嗯，酸了、哦，我觉得酸比较多了，没想到等到偏酸，嗯，有时候回家觉得自己不舒服的时候，这个地方也可以稍微自己按，对自己按，或者用球，用几个球点、哦，对。这比较痛，这好像是神秘那一点吗？是吗，师傅？也是，可是他这次好像 OK， 没有那么的，对，没有穿那么痛的。但你上次是尖叫吗？这是一直到晚的。吸气，来再吸，来吐。哇，你还真厉害！还行。这个部分其实女孩子比较多，会指定只做这个部分的，就是下半身，因为有很多人女孩子的久坐吗？还是宽臀，像刚臀部的部分很酸的地方，对，对然后腰，他们会指定做那几个部分，嗯、对。好，来这边可能会比较稍微痛一点点。哇啊，这痛！哇，啊，这
超多，就跟另外一边比起来，你也差太多了，超多了哦。而且同一个地方，师傅他发生什么事？我刚刚有说拱桥嘛，刚刚这边这个地方就是有拱桥，另外一边没有。一、二、三。神秘小点点呢？你休息一下，比较软一点的，来哦，一。二三，来出一点力哦！哇，瞬间都醒了。你会醒啊？那个痛会是酸痛吗？还是说疼痛？刺痛，刺痛，这就差很多。吐气。但是现在它已经比较软了。我现在整个手掌用同样的方式去按它，就没有刚刚。哎，我现在整个下去了。哦，你好像差很多哎、欸。对，没有第一下的这么痛，因为它已经跟我的手掌的软硬度是融合的、所以我下去的时候它也下去。OK。哎、欸，骨石头稍微推一下啊。你这人还好。哎。通常到这个点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都是有个东西顶住。Okay. 嗯。属西部的地方会比较酸酸的，如果紧的人，属西部的部分，他这个地方都会酸。嗯。你觉得他关节范围？哦。嗯。范围。因为有一些人卡住的时候啊，他转的角度，他就只有这样而已。哦，懂。继续。等下就会睡着，会吗？按头哪里没睡过？因为我的按头通常客人都只有痛，真的、真的。因为师傅，等下你用它，它会痛吗？我不清楚哎，但是它头的耐受度超高，超高的吗？真的。我其实也在担心，力道可以吗？可以啊。睡了。嗯，你看。清醒了。OK， 嗯。OK 吗 ？OK， 我舒服。说我们，两侧在紧张的时候，其实会咬，会咬紧，它会影响你整个脸侧，然后周边的肌肉。OK OK。对。比人酸呢？最好像都是酸。嗯。头的耐受程度真的很高哈、哦。对啊。他应该觉得很舒服。对啊，很舒服。嗯。但通常会睡的，其实也都是能够承受的人。嗯、但是其实头部、脸部按完的时候的那个舒畅感是很好。对。对。Thank you.
身体往前倾。好，今天辛苦了。嗨，各位，我们已经体验结束了。那这次的回访系列体验完，依旧还是非常喜欢。在领先的过程中，全身都还是会有那热热感觉，一直到结束都还有。那另外这次还加入了体态的平衡，那体态平衡会比较类似像伸展按压的方式，来放松一些平常比较不能放松到的位置。那我觉得非常的棒，整体下来的感觉我还是觉得很舒服、很放松，所以还是很推荐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加分享，并且订我的频道加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